今天我们楞严经是卷六啊，384页。他的观音法门文殊菩萨的总评，我们今天下面比较短一点啊，或者说是严重丰富的这个附读，在这个经典上说来讲，就是多附丰富的重要的话，我们再开头来一下啊，就讲观音法门的重要。此事为成佛一路年盘们，过去诸如来师们已成就，现在居菩萨真佛如缘们，未来修学人啊，当依于此法，我业从中敬，虽为观世音。这是文殊菩萨代表自己所发表的意见。他的观音法门是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唯成佛，唯成是形容词，一切成佛法门最快的一条道路、一个方法，所以一路年盘们，不管过去、未来、现在，要想成道，以文殊菩萨本身的严重的附属与证明，他只有这一条路，成佛之路是最切的。这快速的，那么下面就讲过去一切成佛诸如来师们已成就，因为修观音法门已经成就了，现在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正在修佛，想证道得道证这个佛果的真佛如圆门，现在已经证入修观音法门，说圆门正在，圆门就是圆满明白，还要证出，就是因此开悟。圆明本不是说成佛到了彻底啊，证入菩萨道的最高境界。未来的修学人，将来时代，以文殊菩萨来讲，将来时代修学佛法的人，当依据此法，应该以这个法门来修习。我也从中正，文殊菩萨介绍的，他这就是他。本人所谓成道，文殊菩萨代表佛教大乘菩萨，是七佛之师，也可以说上一个结束这个节里头七位佛的老师啊，这个结束的四位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前节从这个结束里头，这七个佛都是因为修文殊法门智慧的成就而得到，所以成为七佛之师。那么以他这个，他而且是古佛再来，文殊菩萨是古佛一早就成就了，比释迦牟尼佛成就还早。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次再来做教主嘛，他有化身再来帮助啊。以他自己恳切的讲，他说他之所以成道，也是走观音法门。我也从中正，从观音这个法门里头而证道了。非为观世音，作为观世音菩萨，不是一个，不止一个观世音菩萨，他本身而就这个法门成就，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一切菩萨，真相最后圆满正果。这次叫观音法门，是他所讲的。这个文字我们不需要多讨论了，大概就看懂了啊。下面，成入佛世间，顺我诸方便，一咒诸魔劫，求出世间人，成就涅槃身，观世音为极。他说，他现在在申论观音法门重要，他成入。佛，这个佛是请这个释迦牟尼佛世尊，是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那当然这个所谓请世尊，天上天下这个三世里头，又就是娑婆世界里面最值得人真正信仰，请世尊，所以天人所是
被成龙你现在问我一切修行的法门，二十四位菩萨做了报告，最后一位观世音菩萨报告的第二十五位真正，他说要我做结论，问询问我哪个法门修行正果最好，所以宇宙诸末劫求错时间了。佛他就讲佛，你问这个意思，叫我出来报告，佛的慈悲。像文殊菩萨就总评提出来结论，告示末劫时代的众生，免得茫然无路可走。他讲佛啊，这句话赞叹佛，肯定要救末劫时代的众生，乃至未来任何时代末劫众生。所以一般想求什么出世间人，想求出离这个世界，跳出这个世界的苦恼。你把那个脸都打开啊，求出世间人，想求出离这个世界，这个一般的人说跳出世界，这是进出世界之果，有形而下成世界中，正道形而上道。那么这种成就啊，叫做正在涅槃成就涅槃。你把窗子打开啊，老兄啊，成就涅槃身。他说要想得到正在涅槃这个果位，成佛的果位，以观世音法门第一个，最高的第一个啊，最好的。此语之方便，该是佛为人，即是在成老，非是常修修，浅深通说法。除了观世音菩萨所讲的观音法门之外，此语其他的之方便。各种修行的方法，不管佛法这个道家，或者是佛法的显教密宗，乃至魔道邪道，魔道邪道不需要轻视它，它也是个道，冤枉路，都走一些冤枉路，人最好不要走冤枉路。所以常常有些人说满外道，不是外道也是道啊，不过走到外面去了，他碰了头又回来的旁门旁门也是门啊，就是狗走那个也是门啊，狗走的门我们还走不了呢，狗会钻进来，我们还钻不进来。不要轻视人家，总而言之，修佛的一个话，父亲莫说，不要轻视后来的人啊。果然有时候我们对于他走错了，也很严厉的指责他，但是严厉的指责是爱佛的，就是。怕他走冤枉路划不来嘛，何必走这个冤枉路，他不听呢，不听你只好让他冤枉就走，冤枉走了也不错的。平时那个走路都走冤枉路的人比我们正念走多，他看的东西多。你说我走的正路，那个歪路上东西风景你都没有看到的，那也很可惜啊。你走了正路歪路还是看看呢，歪路上有些什么风景也要了解啊。是旁门也是门，修道也是道。总而言之啊，修佛的人父亲莫说，不要轻视后辈啊，不要轻视后来的人，也不要轻视末世的人。他尽快走错了，错了也是真，说好吗？当然很冤枉，不好吗？多吃些苦头也多些经验。那么现在呢，以文殊菩萨的正念来说，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包括佛法的小乘啊，是声闻缘觉这些，包括大乘菩萨的我们楞严经所报告的二十几位菩萨报告的这些方法，该是佛为人，并不是他们的成就，都是啊成就了佛的人啊，这种所谓
感应道教的智慧的威力，福德的威力，加庇加持他说说出来。他说那些法门，就是包括楞严经上面前面观世音菩萨前面二十几位菩萨所讲的，现在注意了这句话：即是水成老，非是常修者。这些方法，你比如包括了你练气功也好，打禅也好，都有瑜伽也好，瑜伽所也好啊，这个修什么念咒子、修密宗啊，修什么鬼啊都好，修道家手窍啦，搞气脉任督二脉都对，这些是方便方法之一。这些方法总结论问什么？即是水成老。怎么讲呢？即是个意义啊，即是就是针对那一件事，即是两个字啊，针对那一件事，就是就在那一件事。即是如果翻成白话，这两个字怎么翻呢？就在那个现实的那一件事上啊。所以有些人我要身体好，哎，好好叫你气功啊，练练啊，或者做什么啊，或者我要什么啊，我要打住啊，坐得住，那这个什么病，坐得住不一定是病啊，啊，他认为坐得住就是病，那就叫他这个法门，就即是水成老成，就成世界，直到这个世界啊，人世界一切烦恼，就是所谓我们普通啊，中文称为红尘，红尘在中原文化。或者应该称为凹尘、黑尘啊，空气里头都是染污，是尘劳滚滚啊，红尘中啊烦恼很多，所以叫尘劳，人很烦恼很劳苦。他其他的法门，不管外道什么道，乃至包括前面佛法里头小乘法门、大乘法门，都属于即是水尘劳。那么即是水尘劳，我们不以文字来讲了，就是哪一句普通话都是临时使你放下了重担啊，人生这个过程很痛苦，无形中背着包袱很大，无形中挑着担子很大，这个就成了烦恼。即是睡成了怎么样放下，那就是将就你那个放下，所以打牌也可以收到啊，跳舞也可以收到啊，只要你真正入了那个三昧王我正在，都有它的道理，大咒也可以收到，修道家也可以收到，这个就是道。什么道呢？就是文殊菩萨即是水成了啊，所以一切法都变成这个佛法，都是方便，就是将就你的欲望，将就你的要求，将就你的身体的体能的关系，将就你心量，心里的这个心量的大小，将就你智慧这个负荷量的大小，告诉你方法啊，因为你只有那么大的一个心力，只要你轻挑一点，那直接讲一个方法都可以得到安慰，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也是精神上得到寄托，这就是即是水成老的道理，非是常修者。但是不能够说有此法门永远可以成道啊，成佛而证菩提，不是的。成佛证菩提最快速法门，也就是文殊菩萨强调观音法门啊，其他的即是水成老，非是常修。浅深同说说，那同说法，但是至于其他的方法，那楞严经来讲，像上面二十几位菩萨所讲，他的方法与他的成，这个修持的经验与他的成果又深的又浅的不同啊。浅深同说法，深的浅的，龙树菩萨说，我再不要批评了，不加评论了。他就上面他们每人自己要报告，你们去念着吧啊，
很懂，他们自己是爸爸的药，那你们去念着就这个话，就证是那个生那个钱，他们的报告那个记录，就是对应现在的经典都摆在那里，你自己就看，就是强调观音菩萨这个修法的重要。最后他就结论，这个结语：定力如来藏，无漏不思议，念扎地未来，与此能无合。这个最后他下伏在一个要求啊，对于我们这位大家的共有的老师，也是我们大家现在根本的师父，就是佛，是我们大家信佛的归佛的归师。实际上佛法在这里啊，不是宗教啊，我经常说佛法代表东方人类文化师道的经验，那就是师道的经验，这归佛就是归师。因此我们学佛的弟子们称释迦牟尼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不管是老的出家的啊，现在出家将来出家的，乃至过去受佛的在家的啊，现在受佛的将来受佛的，都是他的本师啊，是根本老师，所以称为本师。那么他现在特别起来下佛啊，很公正的讲，问说定力如来佛，所以定力讲到这里，我们诵别大家为了自己中国文化要了解啊，定力我们佛教现在经常讲，经常讲的变成一个俗语，乃至有的出家人也见你啊，我跟你定力，定力表示磕头，那就是磕下去的。实际上定力就是到了中文的文化的翻译，中国顶就是头顶，一顶一头磕到碰到地，行礼是叫顶礼啊。当然原来梵文的名称叫河南，我们翻译叫河南，所以假设我们给和尚写信，那好像有些和尚客气的啊，下辈给长辈的写信，默默让河南，河南不是把这个生懒的拿来用面粉和起来啊，就反应表示五体投地，就跪下来磕头，叫做河南。在中国过去呢叫祭丧，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在哪里用呢？有些老师的父母人死了，父母死了，上辈死了，反孝子了，叫祭圣，祭，也就是把头磕下来，丧就是挨头，这里叫丧啊，碰到头，像磕头碰到头，磕到地上叫祭圣。那么后来也有个名称叫祭手，手就是头，磕头。祭手呢，土话叫什么？翻译过来就是叩头，叩头，不是磕头啊。现在能写一个石头十字旁，一个盖子啊，一个头是磕头。那规格就是叩头，叩子写了啊，就是叩头。那这个祭上说经理啊，你看一个文化几千年文化悠久了，就是这个样子。那祭上啊，这个经理啊，河南呐、啊，那么我们过去普通学生呢，还要正手，正手就是主公，把这个头跪下来啊，对，本面跪下来。那么这个祭上啊，经理呀、啊，河南呐、啊，叩首啊，哎、啊，这个都是东方文化意思。印度文化呢，东方文化之一啊，世界上四大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希腊四大最古老的古国，最古老的文化。那么古人的年代的里都是把身体跪下来啊，但是我是东方的里比西方好啊，都是自己啊合掌啊，这个合掌西方里，这个合掌叫合十。我们假如看到修佛让写信给你说，默默让合十就是合个掌，
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啊叫拱手一样，虽然印度跟中国都是东方文化，两个鼓掌是不一样，但是都很好，都很卫生。这个拉手再不卫生，要传染病都给人家了。这个我反正要病也就传染自己，这非常好，所以我还是喜欢这个啊。那不过呢，现在我们市场里啊，谁一见面，你好，拉个手，这拱手啊，四套，过去只要一套。怀着这个，怀着印度这个，现在我们征收再如果亲切的，还要抱一抱，贴个脸，五套。那再碰到印度人，最高礼节在地下打个滚，六套。你看这个，我们现在人来礼很有意思。你好啊，然后拉个手，你好，打个滚，抱一抱然后呢，很妙啊。真是这个没得文化的时候，我常常感叹，这种那个是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叫拱手，做功呢，我们的跪拜三跪九叩，举手，三跪九叩这个，你要看很精细才知道，那一种写出来，是跪在那里，头要叩三次，就是中国里，像我们呢，过去第九圈。幸而我说我很幸运，从小的时候代表就这个长辈记住吓得呀两个腿发抖不懂穿个马褂怎么上去呢一台一台第一次距离第二又走过第二张桌子又过去二季三季那个共九月三次两边是也是那个所谓站立的先生站在哪里。那个主持你都很有学问，主席在就位拉长城中间一站，站在那两个大的小的呀，连袖子都在发抖，不知道怎么办还要这假装洗脸，还要一下人家跪下来，一拜，再拜，三拜，请，起来了，心高兴的心。跪这个跪上，身就要起来了就是又到前面那个三跪就叩首，相当累啊。要去穿长袍子，还要梳过那个礼帽，不然就把长袍子爬到了，而且不能扭起来走的，长袍子要走在后面那个这个下摆的尾巴是要龙在尾啊，两头这样摇起来，那两度抬度好难呢。这个说佛的也一样，是讲到顶礼，顺便告诉大家，给我们中国人礼貌。今天很可怜，我们的文化没有真正的礼貌，自己文化没有礼貌，不要讲。像我们受苦的，假如我今天见到我父母，还是照样的要回答，是吧？我所以跟人家讲，我说我一点年纪大了，回去看到父亲，我还是发抖。那说你大了，现在不必了。那不行，坐在那里看到父亲来，赶快走半边。爸爸问就站起来了，妈妈问就站起来。现在你这个教育没有。那但是我想，要像这个国民文化的恢复、道德的恢复啊，和民族精神，很值得念旧。不过这个话，吩咐你们念成的，将来再念旧了啊！靠念成的同学们，将来再起来。我们是垂垂老矣所以垂垂就挂下来，快要掉到地下去了，垂下来了。讲到顶礼，现在是文殊菩萨起来，下释迦牟尼再顶礼磕头。他顶礼什么？这一回没有下佛磕头，表面上是下佛，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坐在老师的位置上。他在这，但是他这个磕头是如来藏，注意啊，什么叫如来藏？所以我们要中国人能真见性禅宗的孙女，后代禅宗的孙女，这个能真见性了，找到自己每个人生命的本来，这个生命的本来有一个代名称叫如来藏。如来就是成佛的人，通称
不是太轻。太轻呢，是释迦牟尼如来，这是释迦牟尼，在释迦牟尼说成了佛说，阿弥陀如来就是太轻，哎，统称如来，过去现在一切，包括我们，那个人悟了道，进入了如来藏，都是如来，如来代表一切众生、一切佛、自身本体的名称，也可以说一切众生，我们本有自己本来有的生命的根源，这个名称，藏这个形容，它自身含藏一切功能，含藏一切功能，含藏了一切种子啊，所以我们中国禅宗的六祖在唐代悟道以后啊，大彻大悟以后，他讲了几句话：佛即自身本来清净啊，本自清净，自己的自，跟我们自身本来清净，用不着修的，个个都很清净，就是因为自己忘记了自己的本来，所以要众生修果。佛即自身本不生灭啊，佛即自身本自具足，这具备了一切功能，是神通妙用，不具足。佛即自身不假修正，不需要你去修的，个个是佛。大开啊，也是我背的有错，因为几十年来都不会再翻这个六祖坛经了，当年看了再怎么记一下，就一下晃过去了。诸位不要听我这个嘴里念的，不一定可靠，如果考试我要扣分的，那也许有错字在里面啊，大概你们自己翻开六祖坛经看看，如果你们同学记得这个，马上给我改正好啊。所以这个自性就是如来藏，本自清净，本来不生不灭，这个自性本来具备了一切功能、一切神通、一切智慧，那本来就不要修，修而不修，不修而修，本来都是佛，没有那个众生不是佛。所以如来藏一切成佛之所以能够成佛，就是因为见到了自性，所以他就是佛了。所以你看，真正的佛教、真正佛法到了最高处的，没有宗教形式了。所以我常说，佛教东西它宗教又不同，而且它宗教我年轻的时候也念着过很多，譬如基督教、天主教，老实讲，像我玩那个天宗教的时候啊，我经常吹牛，你们还早了啊！天主教、基督教，我们都生专政说玩，生专政说你是该做礼拜，我就去做礼拜啊。天主教有些神父老辈子的，我们当年看到，跟我说在成都，我有这个朋友。法国的神父，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他都几十岁，有个法国人啊，这个胡子一个老实的那个欧洲人，那个大胡子，有个法国人物在成都的，我晓得他会打坐，这就叫打坐，不懂哦。那他用一个警察钢藤一样，那个警察钢藤一样，要正式打坐的，他不晓得打坐了，我们叫他打坐。他正是做功课的时候就是打坐，正式了正在看，把那个礼服穿上，把他的念珠挂上十字架啊，正式了每一关里头可以不盘腿都那么做法。他的做法是什么做法呢？哎，你们在座一行都学道家的，他们现在道家里头有没有教这个法子？不，道家有个法子叫莫朝上帝，莫朝天地啊，默默的。那么这个法会人说有个什么呢？他做出做到了，大概做上够把经过以后，他就离开内部做了。
在那个城市里离开两三次转空过程，是大家晓得他可以转空过程。后来我们很好了啊，那个时候我也去警察就叫了啊，那一叫就要去叫一叫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东西啊做出来当时他是这种东西，他就这一动力他总是掉下来，就说我也是啊，那就是禅定的道理，就这个禅定。所以这个法会人很妙的，那我们他那个地址上有鬼，那请求地球的鬼，有个大头鬼啊，大家都看到一个头发蓬蓬矮矮的一个鬼，这个鬼经常给他捣乱啊，不过也怕他，怕他这个上帝呢，就是讲啊，有一天啊，就给他去夜里啊，那个时候去上厕所，这个叫一号啊，那么他到一号去了，一号去了，那个时候没有电灯了，用个洋油灯他就关起来。他等于说让我们睡觉来讲，他的老和尚，这个老和尚，这个老僧是在。现在呢，就是大头鬼啊，就跟在那个厕所那里，那个看到他来不及，这个我们用小说的话，用道家不能动，动不走了，啊，跑不走了啊，这个鬼神就动不了了，只好跟在那。他就一看这个大头鬼跟在那，他手里端个洋油灯上厕所。他就把杨柳灯在这个大头鬼头上一摆，命中了，好好看到啊！那个外国人讲中国话啊，命中了，好好看到啊！然后就想慢慢改开衣服，他在那里大便，杨柳灯就摆着鬼，大头鬼头上，动都不敢动。等他一起啊，一号清理完了，把衣服穿好了，你可以走了。不许摔个羊肉正在慢慢出来，这也是正义，因为大家都怕什么，我怕不怕他叫那个鬼把他放在他头上，你把我灯看到这家匆匆忙忙涌涌在那里，我大便哈，那个这个人也是他大便密接的话，不要打过多少时间了，那个鬼就要等他了，等他完了以后把眼睛他就扭开走了啊，他把灯拿过来。所以讲，就是讲宗教为什么讲到这里？各个宗教里头出来以后，我经常有个结论：真正的佛教，它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啊，也不是科学，那、啊，因为基本上所有宗教捏造完了，那真是有追求出人五体投地啊，经历膜拜。天上天下无如佛，讲宗教讲这一说，讲文化科学，我看是它最高的。也许我的看法对不对不知道啊，我把我一辈子都研究的这个经验贡献给大家，真是的。你看他到了最后，宗教形式没有，又就到了禅宗，没有宗教形式，那个连佛供不供都是次要的事。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佛，我看到你们都要供养，都是每一个都是佛啊，意思是他的人道就是佛道，天道就是人道。所以佛在有一份经典上有一个女的，你看到佛教男女不平等啊，佛专门在女的这个居士手里吃别啊，要这个女居士就是大开大悟问佛，那你就是天，不是对。天就是狗，不是对，他狗就是你，他对，你就是我，对，是不是对？不是这样子，于是，来，直接有他这样。因为这个道理就看着呢，因为真正得到的，他本事是个绝对的谦虚，在真理前面是绝对的谦虚，真理前面是无我，因此到了最高的程度。什么佛这个所谓真理教主啊，先不用你讲，没有这一套的啊啊，说真理如来藏。换句话，我们磕头拜佛是拜谁呀？并不是拜佛，拜我自己。因佛像而立，拜我自己。换一句话，因我
身力带头，所以佛教是不是崇拜偶像，反对崇拜偶像，真正佛教，那佛教里头都是拜的偶像，为什么拜成供一个佛，雕一个佛，画一个佛，因他离我，就是心无意愿，那等于我们看到父母这些过去了的祖宗之像，看到自己过世的父母像，心里头就起这种恭敬心，或者难过，因这个像不是我的父母，可因这个像而想到自己的父母，一个道理。所以他本不是崇拜这个偶像，啊，他老是讲个魔头的，啊，那魔头这块魔头运气好，总是掉了福嘛，所以给我们抹盖，他如果掉了惨，把杯就惨了。现在人类就摸他了，而且这块魔头的八字好，不能那么说。那实际上呢，我们本就是在这块魔头的，因这个相，用记住来让自身自他多有一个正，绝对的公正。那也就是孔子也本不崇拜偶像，也是反对，但是孔子他是自己不大崇拜的。为什么他讲一句话的正身意愿神在，那大家拜拜的是诚恳，不要拜身在不拜神，能够是面对那个佛像，佛子就在你前面，那么恭敬你就对了，那么就不需要形态呀，只要你心真正的恭敬，何必要形象。所以到了最高的境界，他破除了一些宗教的形象，但是他不要形象，而代表了真正公正一切的精神。那么又以在本文楞严经广说菩萨最后结论，我们看出了这个精神了，正力如来藏，正力自性了。啊，这个观音法门说到最后正的如来藏自性法门。阿赖耶识啊，当然我们不再发挥了。阿赖耶识反复正在一转了，成佛的正在角度来讲，那在定力说来讲，无漏不思密，是赞叹自身的功德。真正成佛就是找出来自己生命的本源，明心见性。真正明心见性了，在无漏。也没有正漏啊，什么叫无漏呢？啊，大家呢道家解释啊，啊，是要不漏精啊，等等等等，无漏果把它太走向，果然要守斋，不漏精是对的。解释认为这个就不漏了啊，男女人到了各位，沾吃龙啊，男人到了完全不漏丹呐、啊，已经在无漏果了，那个要加起来那还早。什么叫无漏？自性。圆满清净，没有贪嗔痴慢啊，没有一些杂念妄想，圆满清净的。那么再说什么叫无漏？没有任何一点漏洞，没有一点缺点，这个人格的圆满，人性的圆满，没有一点顺漏，没有一点的漏洞，一正的圆满，这是自性上来清净圆满的道理，这就是成佛的无漏之果。在无漏之果自性不可思议的正在，不思议，不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就是在其实大家注意啊，这佛极重要，这句话要搞清楚。佛法思想不可思议，叫你不要用世俗的观念去思想的，不要用世俗的观念去推理的。那为什么？因为用世俗观念去思想去推理啊，都是人为的后天的染污的，不是自身我们人性本来清净光明的一面。清净光明就是清净光明，不要另外想出来一个清净光明，一定不清净，是这个道理。这个是赞叹成佛自性
啊，如来藏性的无漏不可思议，愿家地历来以此能佛佛无佛，他希望一生成就的人，一生能生现生的人啊，这些成佛的人家地，我们这就是现在大家这个这几年有耳功啊，又是密宗啊什么，又正是通过恶有家地啊，好像家地我啊，什么家地，什么叫家地，还有加油加醋加酱油啊，加一点点就好，加是他力，其实我没有本钱，小朋友借点钱，这个就是加币，这币就是盖下来啊，我们为什么睡觉要盖一个币子，也是这个币啊，保卫我保卫我啊，币就是保卫我，把你上面飞起来，是睡觉那个帮我们把体温保卫好，那个叫壁啊，壁子的道理就是这样，从壁子从衣裳，衣服的衣裳啊，从衣裳加一个皮子，是保卫高位你，那么两个字你要讲说家壁，我们本身本来有，在老人身上壁还是能靠父母长大，这父母就是家壁这个孩子，人本来要自己会长大，可因父母的爱护啊教养，这叫家地，是家地要搞清楚。这个人老爸家地我我要从头你来家地我，后来我不要就只要你家地就好了啊，没有这种不管这些佛法的名称什么真理啊家地啊都变成口头禅了，不懂那个意义。懂了以后不轻易用这个法啊，他们从佛菩萨加地什么加得了，什么他能办，这就要懂了自立啊，是忍住自助啊，才能得到忍住，就忍这道理，你站不起来要忍他怎么帮到你啊，譬如你跌倒我要扶你一把，扶你就要站出来啊，我知道你最好你帮我抱着也拉去一起跌到地上，我也不敢，但是自助就忍住，只要自助就牵住，这就是家地的道理，你自己不修行不改正自己的行为，不改正自己的心路啊，你要祝福菩萨家地你怎么家地啊，是中国人好自助牵住，自助就忍住，这就真正家地的道理啊，在一切经过自己的乱七八糟的行为一次犯罪，然后请求菩萨加地我怎么加地了吗，也避不起来了啊，加地的道理要懂，所以往生菩萨在这次最后结论很重要，真理如来藏无漏不生意，愿加地未来以此门无佛，要佛家地将来世的往生菩萨，两千多年前，就快到三千年，就听我们大家请求了，请求佛家地未来的众生，一此能无佛，对观音法门不要怀疑，不要搞不清楚，哎，希望佛帮个忙，就是跟我们讲话，你老讲帮个忙，帮忙那是富贵呀，啊，清醒一点。啊，不要自己骗了自己，对观音法门不要有怀疑。那么他下面说，方便一行就开以教阿难，即末界成问，在于此根处，愿通超意的真实心之事。他说，希望你老人家帮忙，加庇未来的众生，相信观音法门，就快的得到。成佛之路，他这个法门而且方便，当然你念观音观世音菩萨自己要随口就可以念，没有随口了心里就可以念，嘴坏了有声就可以念，你念出来耳朵回家来听自己念的心声，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都不要花一毛钱的啊，最便宜最方便了啊，方便一成就最容易成就，请到
看你叫阿难，阿难不是这次上来放吗？因为功夫不到嘛，所以啊，到了立身处那边就吃了亏了。啊，他在这个法门就会叫阿难，他不是叫阿难成道，以末界成论，以及叫将来末界时代成立苦海成论，论理成就是成理。人就是人意，人现在里头就是这个人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大陆上还有家人念出来，人现水去，人现大陆，人家各个文章都是那么登报一点，人就是成人啊。这个人现啊，成就成立。那么中文把这四个字的意义，白话就要写的比较清楚。我们不需要，这样一次成论就包括成立在这啊，人现在这个欲望中的末界时代众生加以吃根子。这个根是什么？耳根，用耳朵听觉的法门，听音声的法门来说，最快最容易成就。在这个观音法门远通超于的，它那个圆满通达成佛之路，真实生于世。那真正要在明心见性，自己啊明自己本身，见自己本性，就是这样。那第二条路，那这个就是文殊菩萨啊对观音法门的恳切的做的结论。啊，这个结论之下，我们要注意的是观世音菩萨的修法。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代表了修法，观世者的因缘如此，最后修到了五身之身啊。那么人，我们知道里头还有很多在座的，我们这个还有很多是道家的。道家人里面说最有名的李重阳啊，是乃公堂为老板，李重阳李宗仁啊。那么他留一个白字名，一百个字把修道的功夫都讲完了，修道正果，最后的成就坐听无限趣。白字呀啊，李重阳的白字命通造化期啊，多来二十句，端得上天梯，这最好是九啊。这个玉松阳白字呢，二十句话，一百个字啊。那么，坐听无限趣，观音法门，那个也，那个呈现的趣的啊，是最好听到问而不问。正正而向观音菩萨所讲了然不命通造化系，这大彻大悟彻底造化不晓得不管我但啊，多来二十句，通通合起来是二十句话，一般就是专在向前去，要反复向神佛就到达。不过这二十句话我们过去讲传统器的时候啊，已经发布给诸位的我讲希望大家念成百个字了，这个李重阳白字名也给人背了。你要西藏的说明中也有白字名，那是咒语百个字啊，那本人都是李重阳这个白字名，但是他们有没有关联之处，这个另外的问题了啊。说命中的那个叫白字名，明白的名，这个呢叫白字名名字啊，真的绑那个命，李重阳白字命，你听到这些那个命啊，白字命。这个也提到观音法门的修行的重要，是最高的程度，坐听无邪趣。这个无邪怎么会产生去掉了？就是观音法门动静而向，了然不生。
在这个境界就是能从造化地，是可以从天地造化需要得到。所以观音法门要就在我们中国观世音法门的大慈大悲化身各种各样啊，那么历代的画的观音佛像并不是都是女的，观世音菩萨并不是女的，那观世音如来早就成佛了，不过他都拜又就在东方现身为女像啊。所以我的说法啊，代表母亲的爱大悲，用爱的伟大啊，同时也代表啊对这个女性的多灾多难特别慈悲，所以他经常写女生像啊。那么就不仅要把中国历代的这个艺术作品艺术家的观音画像集中起来，讲了很多，有几十种，过去我也看到过一本集中了的历代的啊，有男像，有出家像，有在家像，有各种各样的像，所以他在天外也化身。那么他的法门主要是啊，是念诵因真法门而入道，这个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很多了，希望大家多留意这个法门。那下面往生菩萨报告完了，于是阿难及之大众深深了然，在大开始观佛菩提及大涅槃，又是有人因事业又未得归返，明了几家所谓道路。那阿难一直跟我们讲了好像半年多了，很久了，我也忘记了多少几个月，在当场冷面跟当场吃中饭的兄弟呢讲了一个小中谈话记录。我们现在对古人的话语记录对佛法加以解释，讨论那么久，在当时一讲就懂。等于我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读书，跟老师们跟我们谈话，稳真周的，真是稳真周的，讲话都是很文雅，一听就懂。哎，结果把当时啊老辈子那些老师跟我们谈话记录下来啊，现代人啊大概可以去大学里头做国文课本。我真有这么一个感觉啊，几十年当中这个文化变成差那么大的路，尤其像我们这个受旧的教育出身的感慨非常大。嗯，当然现在我们讲惯了都是用现代化，但是也许人家听到我有许多人学生讲老师的话听不懂，我只好笑。当然我的国语并不标准了，但是国语是不标准啊，但是啊我听得懂了。为什么听着？因为我的话还是有些老师的话带出来他文字就听不懂。也许我讲讲的算不准，你这个人怎么承认多啊？现在中学毕业大学毕业一年级怎么叫承认多啊？我也不姓承也不姓人，跟老师怎么叫我承认呢？啊，不悟，我没有说过禅宗，当然没有悟哦。他算不准就会那么解释，所以他话就听不懂。那这个现在我们回去来讲啊，是当时这一个楞严经讲到这里，他讲了个把钟头话啊，每个人起来报告了几分钟，报告几分钟很快过了，到了文殊菩萨就结论比较话多一点呢，结果当时口语一讲下来也很快，冲进了十几分二十分钟就讲了，经过做了结论。所以现在经典上记载当时的情形，于是啊，那么这个于是到这里就要翻身的话就不能翻。那么阿难及之大众在座的大家听了文殊菩萨解释了二十几位菩萨的做功夫的境界，深深了然，在大开始就要。所以现在我们碰到说老师要跟我讲开始，法师跟我讲开始，不容易哦。开始两个是佛法专门名词，
所以还有一部经叫《法华经》，我们要解释《法华经》的四个字：开示悟入。啊，是开府之见，把佛法的门打开。什么叫做是佛法？怎么样修行才能够成修佛？就开府之识佛之见。开府之见是理论性，识佛之见理论给事实给功夫了配合起来表示给你看求证的方法。悟佛之见，然后是你悟道悟证佛法的真实的正在，肉佛之见证入佛的正在，所以叫开示悟入。所以我们跟人家来说讲法啊，说法或者传道或者讲这句话，别人对我们很恭敬，说请你法师请你老师开始，我这样说不敢当，这个话不敢，因为我没有办法使你能够马上领圣见圣，要开始悟入，在构造上请开始打开这个法门，表示给你看。哎，你说什么叫做手？这个叫做手，他怎么样都你一样，要五个指头，你也懂了我也懂了，这个叫知道手，就是开始啊，使你悟入。所以现在这个经典上讲得很清楚，文殊菩萨讲完了，阿难懂，大家当时在场听的人分清了然，心里头一切放下，明白了，认得自己本来生，但是还有个生了然，身体上也无病无痛了。那么现在说明中道家能拼命想疏通气脉，疏通气脉干什么啊？你气脉打通了，打通了是生了然，了然就是没有障碍，没有痛苦的感觉，也没有头痛，也没有腰酸，也没有背痛，也没有咳嗽，也没有感冒，一切百病该去，生得了然。生了然以后可以往生往我，生了然了可以断一切烦恼，去一切妄想。所以当时在场的人听了，是生生了然，再打开始，这个就是开始悟入真正的佛法了，初步的正在。你说假设有人听到，哎呀，如果我们现在得到生生了然就好听到了，那还没有，就是开始悟入佛法之路。他到了这个正在，阿难给大家观复菩提及大涅槃，又是有人应世界为的规范，领了及加速归道路。他大家的感觉像什么呢？这个时候才懂到佛是讲菩提，什么叫悟道？佛是证得佛的果位，叫得大涅槃，什么叫涅槃？大家都懂了。所以菩提是做悟，悟个什么？悟自己的本性。涅槃是什么？进入自己自身本来清净的境界，大家都清楚。他这等于有人啊，出门太多年，忘记了回家的道路，迷路啊，未带规范，出门太久了，现在从小给人家骗走了啊，忘记了家在哪里，不认识家，不认识父母，现在因人指示了，明了其家是回道路，回到自己归家问住，见到自己本家本来父母的面目，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得到大家就这样，得到并不得到什么，他回家，所以禅宗就是叫归家问住啊，回到家里就得到这样。那么楞严经讲到这里啊，效果啊，普惠大众，切龙八部，有说二正，即居一切心法身菩萨，即数凡有十恒火山，得得本身业力成后，曰何法也正。到了这个时候，文殊菩萨讲完了，普惠大众，普惠普遍的惠，那个在楞严会上啊，
当时在场的人，大家包括跟我们人不同，接人接神之间的啊，和非人，这个天龙要八部啊，我们开头也提到过啊，八部天龙现在不重复了。来，这些护法神、大蟒神啊、大鹏金丝鸟啊，啊，这个龙啊、龙啊，啊，都包括有在别的这些个四种，这个这些这个，我们认为是母啊，啊，是那些这个鬼道中最了不起的，都护法神，包括有学二臣。有学位还正在说二层道声闻缘作以及一些大乘的心法生和尚，其实我们在座大家虽然肯定的佛说都是心法生和尚，他是当时啊给他这里记载啊，就是很多人讲话摩罗了不晓得有多少啊，你说还有十恒和尚，不过这里讲后来听来一旦加增来，让你这开始啊就是为了出战带回来那么多人啊，后边越讲越恼热啊，其他覆盖的夫妇啊天人都来，还有十恒火法术说不清的人，当时听了佛这个人念发挥这个大法各个正心正面别的大家找到自己的心理出发一切为心，不需要在外面找，在这本身离愿尘离垢，先离开世界尘劳烦恼，放下一切烦恼，离开一切烦恼，垢是染物，离开一切染物，可发眼性。那么当时大家得来的不算果位，不是正到这个，但是也是一种果。发眼症就很难了。什么叫发眼症？就是修佛修道，一看这个法门是正道，这个是外道，这个是魔道，这个是菩萨道的哪一种方法，这个是哪一种法，一看一望而知，看清楚，就叫发眼症。啊，当然，并不是透视症，也不是蒙眼症。像我们这个三眼神从哪清楚出来呢？这个佛法就是一些道的，什么叫知道？一看对不对？那一看这个人有没有得到的善知识啊？这个人还是冒充善知识，或者这个是什么人啊？外道魔道一眼就清楚，这叫法眼镜啊！有法眼镜的人可以去说法了啊，像善财童子啊。可以出手五十三参，那就是外道法你也可以说了，魔道法也可以说了，看得很清楚，不把大家跟我们一样带了高度的老花眼认识眼啊，有谁也看不清楚啊，一听大家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法门很高那个法门了不起，越高越熟的那就重重花眼不定啊，好，这个时候好，下面出来的比丘尼，我们普通一般中国人习惯很尊称的尼姑，尼姑说了，比丘尼女子梵文，梵文那个女性就是女子这个发音，到了中国来，这个女子很尊敬了，再加上中国文化尊敬，出了家修道的称她是姑姑，嗯啊，这个是很尊敬，从爸爸的姐姐妹妹的称呼姑姑。啊，就叫这女姑，这个女姑叫圣比丘尼，谁呢？就是弥合阿难的，喜欢阿难的啊，摩登前女。啊，为啥一下子跟拿一把剃头刀就剃了头发，出家了？那圣比丘尼问说偈语，听了为文殊菩萨讲了总评论，请阿罗汉当场得到。在阿罗汉之中，没有，你说他的求生，啊，你说他的日子，啊，这就是佛法放下求道，
也在一生中六块当场就正在阿罗汉果位，就是特别提出他来无量众生开发无等等阿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外还有很多很多众生啊，都发起从大乘发菩提成佛之心。那么这一段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啊，到这里啊，从今天起之后好也在寒假那就行啊，那我们暂时放假过年啊，下一次过来明年，因为这明年其实结束啊，你其实再继续下半部来年生，我们再通知大家，因为大家这个东西这些好像变化在这里，再好有变化就是有这些好通知啊，下个礼拜三我们就没有了啊。啊，这个礼拜三啊，这个礼拜三，不过现在我们也是中检炮啊，这两年正想到这里，中国的两年跟世界来讲刚好一半，一半以观音法门这里正好的是中检炮，下半年，这是两年正是最近，从来也没有提起过啊。上半上面到第六段这里是一套，下面另一套众生开始说法。那么我们把上面检讨下来，上面楞严经就因为阿难出了这个问题，就发生有男女关系来，不是男这本经是什么开头的，用谁男女开始啊？是孔子说的，认识男女，认识大义成也。为了肚子饿了去化缘吃饭，还能出门去化缘，没有叫先出人一路走啊！啊，这佛的规矩，出家人出门三个人一起，彼此都先出人啊，没有先出人一路走，为了肚子饿了去化缘，然后碰到母生前女，不是阿难爱他，他爱阿难。那么他爱他，他爱他就很难说了啊，无缘的彼此不会爱，有缘的都是哎呀，都是我经常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女人都没有道理，你看那个好的时候两个人哎呀没那好，不好的时候男的就告诉别人啊，哈，都是他那个女的死皮赖脸玩到我，那个女的就告诉人家都是他而追我，一开靠不住，好的时候啊都是用男其自己隐瞒，其对方隐瞒，不好的时候啊，其对方啊加上罪，其自己啊加功。世界上一切众生啊，看了第一面的人性，虽然不可爱，就不能动，最好不动。但是看看这些众生也不是那么可怜，想想我们自己也是众生，算不定也会救出来的众生，因此慈悲还是要做。那么归根结底看起来，楞严经开头是一个问题，认识男女问题出了毛病，对不对？大家都念得过来，对不对？我认识男女是那么来的人生的基本，一切众生，一再众生都是认识男女，要吃饱，吃饱了人就很富贵了。哎，我们这个中国古代文化，饱暖思淫欲，遗憾发道生。啊，所以要饥饿一点，善生多。说劳苦中间的，真正有善生人，都在贫穷劳苦中人。自己贫穷劳苦和同情人家，富贵中悠悠自在人不同情人家。所以这个中国人保暖就是隐喻，遗憾发道生人，也是必然，这是人性的丑陋一面，没有摔倒的人。是真正的道念，就从这里出发。你看到这个认识男女，孔子也讲过，认识男女认识到修道的根本就要这些了。不管你功夫多好，修道多好，认识男女没有了了，你所有事你得到了靠不住。这是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观点，要搞清楚啊。这个
稀罕发道士啊啊，不是发道士，稀罕就没得道士了啊，那要改稀罕魔道士，就是我了还是个什么啊啊啊啊啊，这个不过啊，他们两位我告诉你啊，也没有写错，什么道家讲道在道也，修道的人就是这个道，那为什么出道真的阴阳之气到自己生生生命了来，所以阴府真道家阴府真有这个话，道在道也啊，修道就是道啊，天地是万物之道，万物是人之道，人是天地之道，是出道之道啊。那么现在我们讲回来这个楞严经啊，因此佛把叫阿难叫文，赶快出来一个救者，叫文殊菩萨去救阿难。不过阿难很危险的边缘了啊，等最后没有什么救回来。好，关于这里有一个附带问题，上次我提到，我说阿难去叫。叫文殊菩萨念个咒子去，哎，除叫文殊菩萨念个去咒安呢，不一定是楞严咒啊。我说你们注意哦，这是楞严咒一个秘密啊。来，我们下咒啊，我们这位同学出家同学，就马上来，这我不开吃了啊。但老师他是楞严咒，你还讲的是楞严咒啊？哈，我说对，这是我讲不开吃说笑了。我说你讲的对，楞严咒是后面他提出来的，也是阿难提出要佛说出来。但是呢，你看原文就知道，可是啊，佛教这个文殊菩萨去没有明讲，就是在本经后面这个楞严咒，要搞清楚的这个观点，在文字上特别注意。不要被文字瞒过去了。那这个咒你在讲什么咒？哎，诸位不要听了这个，哎呀，将来到哪里求这个咒啊？你有上当啦，要吃了忘心啦。这个咒你咒在你那里，后面都是咒，前面这个就是心咒，念圣戒圣啊。后面因此就连导讨论，什么叫做明自己本身？见自己本身的道，明身见性。那么见了这个以后，明身见性才得到了，可以解决由此修此，可以解决用词男女问题，最基本。那么因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修道。修道了以后，那有富老罗提出了，你说修道。我们心容易了，人生难念，心还不算难了，忍一忍啊，拼命的忍，把它压住下去，不是了嘛，还可以假装道德过得去啊，是真不能忍了，心理作用很大，物理作用很大，所以傅老罗提出来，转四大，转七大，啊，把五指是在心无一言的道理再加说明。转过来，这一段说完了，这一段说完了，然后，那么佛在要二十五位菩萨分别提出报告啊，你修道是功夫求证，这个命生界生的功夫与见地，就是理论与实际的修持的报告，二十五位愿意。包括到最后如何明生见性，就是关于上面。下面开始就讲普通一个人开始去，以阿难这个做例子，认识男女开始说如何断去淫欲啊，这是最难的。如何是去掉认识男女，怎么样变修的法门，打掉修道。因此马上讲出了五十种阴魔，魔的正在修道碰到所谓魔症啊，要五阴生理的变化，是归纳起来叫做五阴，每阴
这画十种木的正在啊，此木各处之间是怎么差别，因此变成五音变化，也五十种音木，外达仙道本学之道十种啊，外达本仙道十种都在五十种以内啊，本学之道的十种，除把世界上所有宗教所有修持法门在下半部是渐修的，讲规规矩矩，不是直接的命生界生之路，要慢慢渐修而到达命生界生，功夫正在都讲完了，就是从最后佛的结论楞严经上面讲到这个立志正悟啊，正悟正消啊，立志正悟正悟正，次之见修因次地正啊，立志正悟正悟正消，立志不是立志正悟啊，这样的啊，立志正悟正悟正消啊，智慧正是因次的这个立志正悟啊，讲四次练修应次第正，这功夫的正悟，我们这里大家后世啊讲禅宗的太多了，禅宗都讲正悟，正悟跟前是悟两个分不开，不是见修来不能正悟，不正悟啊不能见修，但是佛法说讲禅，禅不是学，禅宗论是禅宗，不能叫成禅说，这种乱叫，那是要功夫正道。你说空，你说啊，怎么空得到？不要说愿是难有空，你今天啊肚子饿了，你空了不饿，得不得到？感冒了不头疼，空的，你得不到啊？得不到就不算。你禅讲的再好没有用。那大家都会说啊，这必须要实证的功夫，那么实证的功夫佛在楞严经最后我们先告诉大家啊，就是最后一段里头啊，生命是所有生命来一念之间，这个灵魂的一念之间有了两块的生命，念从这起，要想空掉这个生生关系啊，哎，必须还是要把生理治疗。那么一般讲说气脉也有道理，你身体生发都不能了，身体都转化不了，气质都不能变化，你想正道就不到。生因是有念从得取，就是让念成最好的正结论啊。那么我们下半部没有开讲以前，就把重点告诉大家。再说诸位手边如果有楞严大义呢啊，那么我把楞严经重要的说法修持的方法一件的都举中拢来，这叫楞严发要串机，那么就是在后面啊，楞严经把楞严经所有建立功夫重点楞严发要串机这一天，你就把它啊，智慧正知啊，连智慧都有了啊。还有做功夫方面，我后来又加了一个分两页啊，真不楞严发要串知的真正次第，做功夫方面，说呢啊，楞严发要串知，楞严发要真正次第。这个真正做功夫的一生一生功夫，你们做修禅也好，修道也好，修密也好，密宗也好，显教也好，
你像说这做功夫的正德，就在楞严法要串集在修正次第里头。那么这个阎王哪里来呢？不是我说的啊，把楞严经修正次第摘摘要集中起来给大家好念咒，也就是五十种音目的前面，每一个音目的前面，等每一种十种音目以后，最后的结论，那集中出来是修正次第。你们诸位，这个回去寒假也好，平常也好，要想解药，拿到了楞严经精华，这个楞严法要串读。你做功夫方面啊，楞严法要这个串读讲的修正次第去做。我花了很大功夫集中了全部的精华，大家好好拿到。你见地有功夫绝对够用，抓一部楞严经的精华你都抓住了。那这个点我特别向大家注意，假设你有人说楞严经经过搞不清楚，你就把这些拿到了，自己做功夫也好啊，自己这个求见地也好，把众生就抓住了。其他我们后来年再找时间见面啊，再找时间我们再做念咒啊，因为诸位都登记有地点啊，电话联络，谢谢。